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因生无所住心”哈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现在来跟佛陀接心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经文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载，佛说：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做人、乳仙人，于尔所事无我相。 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因住色生心，不因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好，各位，这个。 道理简单讲，整体上哈、哦，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因生无所住心，才能够什么朝向菩提。各位有发愿要朝向菩提吗？可能有的还没有哈，但是没关系，因为你本身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但是你如果不发心。 朝向无上菩提的话，你那个如来智慧德相是展现不了的。那看你心想要什么，他才会展现那个部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具备十法界体性身哈。什么叫做呢？十法界体性身，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 十法界体性我们都有，所以你想要往成佛来发展也可以，你要往菩萨、声闻、缘觉来发展展现也可以，你要往天人、阿修罗来展现也可以，往畜生、恶鬼、地狱来展现也可以。因此你自己观察你现在到底展现什么，你就知道答案了。当你的心一直卡在人，这时候就叫住。 来了解我今天要讲的叫因生无所住心，可是如果你的一直在展现人而已，那你就顶多轮回在人的法界。可是有的人也没有，有时在卡住在六道啊，他在六道里面轮转啊。那更糟糕，有的是在三恶道转啊。来了解哦，只是他的起心通念都是一潭陈子在运作，所以他就在三恶道里面那边打转了、啊。 那有的是善恶都有，就会在人天六道里面打转呢、啊。有的善恶道，那有的不是他不起恶念的，但但是他也没有起出离心。那他这种呢就在人天转，有时候投胎升天，有时候当人，但是他他也不会下三恶道，因为他不起恶念，但他也没有起出世解脱的念呢、啊。那因此他就顶多在人天轮回。所以你们到底要展现什么？ 是你决定的，不是别人决定的。那你会被别人影响，那个称为凡夫。那如果你要开始真的哈，加温，打从内心真的，我、哦、还是要超越凡夫。哎、欸，当你起这一念的时候哈，你就开始哈启动了哈。那你就要真的去开始什么？亲近善友，听闻正法。 如理思量，如法修正，真的开始进步。那你开始加温的时候，就是讲、啊、叫做软地哈、哦，有四家行嘛，叫做软地顶、软顶忍四第一法，就是开始加温。但如果你的心连进步的心都没有，那没连加温都没有，啊，就像你那个一一一锅的水，你不给它加温，它不会滚的。 爱料盖它不会煮煮开了。同样的，你你要记得，你一直卡在现况，你不喜欢，你没有给自己告诉自己我要进步。那你这个没有想要进步的心，就是没有加温。爱料盖哦，保持现况。但是这个保持现况真的听起来好像很厉害，错了。记得我们娑婆世界有一个特质。 叫做不进则退的特质。你一观察，你的钱一直放着，你以为说啊，我存银行一直放放着就好了，它就是保持那么多，错了，它会贬值的，不会增加的。为什么？汇率会贬嘛，通货膨胀嘛，物价会增加嘛，所以它的价值，就算就好像你现在你看到、哦、你以前存了一百万的价值。 结果那个一百万拿到现在，如果还是一百万，你说是不是贬值？对啊，甚至你这样，如果万一这个国家有通货膨胀，那更惨。像我们就听过一个案例哈，在阿根廷啊，他们有几次的通货膨胀，刚开始是一块钱阿根廷币兑一块美金哦。 结果他一直贬值，一直贬值，变成一百块的阿根廷币兑一块美金，连续三次啊！然后当它已经升到一百块兑一块的时候，他们又把它改货币，好像出新的货币，又一块兑一块阿根廷币兑一块美金这样子。那我听那个信徒一讲，我说哇，这样三次的话，你看喽、哦，一百乘一百乘一百，样多少钱啊？这样多少？ 一百万嘛，是不是？是不是一百万，还是十万？一百万嘛，好，等于说，如果当初他存了一百万美金的阿根廷币，这三次通货膨胀，等于他他现在的钱的价值只剩下多少钱了？虽然他的有银行里面还是看到一百万的的数字哦。 可是这个数字是什么时候？是第一次的那个货币的价值，等现在只剩下一块美金的价值，很可怜哈、啊！存进去一百万的美金，结果通货膨胀三次，同样它没有数字没变啦、啊，还是一百万啦、啊。可是它价值剩下什么？一块钱的价值啊，一块美金的价值啊，很可怜呢、啊，各位。 在人世间，你不努力就会常常发现这样子：你的车子放在那边不动，它慢慢就是脏了、生锈了，零件开始坏了，有没有？里面可能跑老鼠进去了，灰尘各方面，甚至雨水侵蚀，慢慢就坏掉。对对，本来一百万的车子弄到最后，可能你不要说一百万了。 一一万块可能都没人要，甚至最后几千块都没人要，就要当废铁卖，对不对？你看，那价值是一直在递减的，所以这叫不进则怎么样？不进则退啊！记得娑、啊、婆世界是这样的特质。同样的，你的身体，你说啊，我又没有去诶、欸、运动什么，它它是不是越来越糟糕？这个身体是要锻炼的呢，用进废退的概念。 你常常使用它，哎，它就会进步；你不使用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会退步呢。所以你不可以住呢。这里为什么叫你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你不可以以为保持住就好了，不行的。这个娑婆世界是逼着你一定要进步的，它的整个法界的架构就是要逼着你进步就对了，你不可以停留的。 你一停了，你就开始退步了，就像练功夫的也是一样的。我们就以前在那个我们在学笛子的时候，那个音乐老师是蛮蛮厉害，人家是那个什么台北市立国乐团的里面的首席吹笛子的首席的这个吹笛子的，他来当我们的老师，因为都仗着大师的姻缘啊，来当我们的。 这个社教团的笛子的这个教师哈，那他就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讲，这个一个演奏家啊，只要一天不练习，自己就知道自己退步了。如果两天不练习的话，那专家就听得出来你退步了。如果三天不练习的话，全世界都知道你退步了。哎，了解、啊、各位，你看这个。 乐器演奏都是这样，连那个歌星有没有？真正的歌星，他们每天都要练唱的，真的他要真的很有兴趣，会把唱歌当乐趣的。如果他把唱歌当职业，他绝对不可能真的成为什么很厉害的歌星，因为时唱时不唱，有时候不练习只会玩。那这种的，你看到、啊、他一上台，等一下就忘词了。 很快就他的歌星生涯很快就阵亡了，为什么？因为他不认真嘛，不进则什么则退的概念。所以各位，你慢慢想，同样的医生也要进步啊，他不要光只停留在现有啊，因为他慢慢年纪大了，连外科医生开刀本来手不会抖的，慢慢老了他手会开始抖呢，还了解所以他平常要锻炼呢。 同样，所有人都一样，连我们法师也要进步呢。你知道大师每天都读书的呢？像我们为什么要接那么多课？你看我负责接博主，然后我，你知道我一个礼拜接多少课吗？我接了十堂课呢。有人还跟我说：“哎，小么是？你接那么多课，你比那个专业的红法师的课还多。” 我我说我也不是我去找的、啊，这是人家邀请，然后我看时间排得出来就去啊，就这样子啊。为什么？就是为了进步嘛。因为以我们出家到现在啊，你说叫我们自己去看书啊，坦白讲，奇怪、哦、看不太下去哦。哎，但是如果你让我去上课，我会很认真准备课哦，很了解哦。 一一目前的特质就是这样子啊！你说叫我自己去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看呢？因为我们学的法已经够用了，对自己的部分够用了，还了盖啊。因为又有这个常住的什么这种，我们叫做阿兰若处哈、喔，这样的叫做道场，极静处可以修行，不要再跟人家争任何名利的状态下、欸，其实我们没什么烦恼，你知道吗？ 而且只要再加上知足常乐，像我们，而且不求什么好吃多好的睡多好，都不求这些的时候，你看天下太平了，没事呢，也不去跟人家争名夺利，人也不去嫉妒别人的好好坏坏，你看了、哦、我们没事呢，真的很了解啊、哦。所以各位，其实说啊，这时候情况下，你说要去多。 读更多的书的可能性不高，那这什么情况才会？就是为了什么，闲来无事度众生，这时候会会想办法进步。为啥？因为众生的问题太多了，对不对？为了要帮助他啊、哦，就要去研究更多的法门来给他更好。所以各位，同样的，你们要是懂得哈、哦，当你发觉你也说修的不错了。 也没什么大问题，记得你要接下来就要透过帮助众生，那时候你才会知道哦，可以学更多哈。这就是啥、啊，不要不要说哈啊，就没事的，没事的话那会退步呢。好、哦，所以大家也不要怎么太安逸哈、哦，这样的概念，所以就不要卡住。所以你看哦，连我们这样子的情况下，哦都要懂得去。 帮助自己在进步，为什么？因为你，你啊、哦，不去帮助自己进步，你就会卡住，就是这个道理。你就不会一直进步到什么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佛的境界。好所以，同样的，你你如果把佛的境界换个方式，你要追求，你不管就是哪一个行业，你要追求最高境界。 能够自利利他，能够自觉觉他、自度度他这样的角度，比如说你是煮菜的，诶、欸，你要把煮饭菜煮的好，能够帮助很多人啊、哦，吃的健康、吃的快乐，你就把这个让别人吃的健康、吃的快乐当你的目标，你也可以赚很多钱了、啊，信不信？同样的，你如果是司机，你也是，啊、我要能够在 开车安全的在人家到达目的地，那沿路嘞，诶，如果他想睡觉，我也可以让他安心睡觉，因为我开车很平稳。那如果是他想要聊天，我也可以跟他聊天，天天文地理，对不对？都可以聊。因此，这时候你就要一样啊，你如果懂得这样子。甚至如果他有什么抱怨的，你都还可以安慰。甚至呢，请听，如果他不是想讲，听你讲，那你就。 嘿，hey, 他喜欢讲，你就让他讲，要倾听。哎，等你看到，你如果当一个司机，懂得这样，你也成为一个什么很好的心理医生一样呢？听懂吗？所以你说，各行各业，你如果要做得好，不容易呢。像有一个，我那一天看了一个 YouTube，他们参加那个不可能的那个任务这样子的比赛。 人家有一个心理医生，他是对儿童的心理医生，他可以从儿童的画画，再看他平常的这个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相处的状况，他可以，虽然他这个画他不知道这谁画的，可是他透过这个看的画，看小朋友，他就可以知道这幅画是那一个小朋友画的，那一幅画是那个小朋友画，他可以分辨出来呢，很厉害，而且没有错。 甚至呢，还更厉害，他知道这里面哪几笔是大人画的，不是他，不是小朋友画，的，他都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没有错，很超厉害的。那那那些评委当然就会问他，你是怎么看出来？他都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他就可以说啊，这个颜色依他这个个性不可能选这个颜色。 他可以这这么直接的跟你评估，他会所以可见这些会画这个颜色的一定是别人跟他无关，他就直接说这个是评委画的，不是不是那个小朋友画的，因为他们每有三张嘛，不同三三个不同评委画的，他就可以说、啊、这个是评委画的，不是不是小朋友画的，因为这以这个小朋友的个性不可能画这个东西。 他就可以评估这样子出来，你看厉不厉害？所以各位，他讲的是什么？在各行各业，你千万不要卡住。还有一个案例，有两个作家啊、哦、在一起，然后就在们一个作家就在抱怨：“哎呀，我、哦、穷啊，书啊卖不出去啊。” 作品呢，投稿没人要啊，那因此呢，穷得不得已不得了，然后没饭吃，只好去送报纸，然后就在抱怨，讲给他的作作家的朋友听，结果他那个朋友就跟他讲，哎、啊，我是多么羡羡慕你能够送报纸，那你怎么会在抱怨呢？那个。 那个另外那个做，那个送报纸的作家就说，哦、送报纸这个行业有什么好羡慕啦、啊，然后那个作家说，你你知道我们写作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就灵感呐、啊。他说没错啊，灵感啊，你看哦，你送报纸是每天可以看多少的人事物，你对这个。 穿街走巷，你可以看到多少这个各式各种人事物？那里面冲都是这样，一个写作的你什么来源呢、啊？你怎么会视若无睹，把它浪费掉了，还在抱怨呢？哎，这时候他一听，对吼、喔、于是从那一天起，他开始送报纸，就开始留意身边的人。 是，不，才经过一年，他已经超厉害的。他可以送报纸到这一家按了店里，从这家的开门的声音啊，穿着的样子，跟他对整个层里面的装潢、陈色的的东西的感觉，他就可以评估出来这家人到底是属于哎哪一个层级的啊？比如说是公务员呐、啊，还是？ 老师啊，还是一般的工人，还是上班族啊，他都可以评估估得出来。甚至他可以通他的站的姿势啊，走路的姿势评估来他身体健康不健康。如果是有受伤，哪里受伤，他都可以评估得出来，超厉害的。然后他连他的写作啊，真的是、啊、才思泉涌这样子，所以他的书就一方面还卖得很好。 可是他也很高兴，继续当他的什么，送报纸。各位，大了解盖行行怎么样，出状元。可是他为什么之前卡住呢？你看，他就以为作者、作家只能写作，他他以为作家、作者不可以送报纸、欸。这个就是他被行长卡住的地方啊。 为什么不可以结合？可不可以结合啊？可以啊！好，所以各位，同样的、啊，如果你以为说啊，又要照顾家里，又要工作，不能结合，那代表你都是自己卡住的。你一定要想办法结合。像我以前在公司上班呢、啊，要怎么？要想要学佛啊，那要结合啊，所以就要把什么？第一个要把戒。 放到工作上啊，我是业务员啊，那要要把借跟工作借来说，我不可以妄语啊。然后又要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别人，要自利利他。所以我要怎么，我就开始想，我要怎么帮助公司，又可以帮助客户。然后帮助公司、帮助客户的同时，又可以帮助自己。然后帮助自己的同时，又可以帮助公司跟客户。所以一直在想这些问题啊。 就是让他可以跟什么工作结合，哎，了解吼哎，当你常常去想这个问题，你就不卡住了、喔，自然会想出办法的。因为诸佛菩萨看你想对方向了，他也会帮你啊。哎，了解哦、喔。可是如果你都在想自私自利的事情，人家谁理你啊？连龙天护法都懒得理你啊。哎，了解吼、喔、因为又没有在用佛法嘛，所以各位记得不要卡住，就是这个道理哦、喔。 那因此呢，我们就是不要被这些啥色、声、香味、触、法卡住，也不要被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卡住哦。那你看到，当你在做事情，被什么叫做被色的色尘卡住，就是你眼睛所看到出去的一切都是色尘，耳朵所听到的一切。 有声音没声音都是这样，声尘啊。然后鼻子嗅到的叫做啥？香尘。嘴巴舌头尝到的叫做味尘啊。然后身体可以接触摸到的叫做触尘啊。然后你的心可以去知道的叫做法尘嘛，那不要被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啊、哦、卡住啊、哦，拿来起心动念。 而是什么？你要去观察你的目标，要朝目标来善用这些色声香味触法。你要依目标来想，比如说你希望健康，那你在希望健康的时候，不要光光为了要自己健康，这样是不对的。为什么？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健康，那我问你哦，你生病了，你只希望你的你能够病好。 那你不希望别人病好的话，那些药可能被发明吗？有没有可能被发明？你都依你的逻辑，假设你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你会发觉你那个药不会被发明出来。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发明有用的药，别人都医不好，那怎么可能医好你同样的病呢？了解吗？这个世界没有可以医好别别也跟你生同样的病。 都没药医，那你认为你会有药医吗？听懂吗？那不可能所以你要发愿上，希望有药，别人要生生这个病的人，大家都可以得到药，有药可以医。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自然就有药医啊！来了解哈，听懂这个道理吗？像我们在疫情期间也是这样发愿啊，都是啊，希望哈这些大家都不要生病。 那么，万一生病了，得到新冠的话，都能够有药可以治疗，完全治疗好。爱尿钙嘛，我们要发愿。你看，等到我中奖的时候，已经有新冠一号、二号了。等等到我们真的呢确诊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新冠一号、二号这些药可以医了。可是最初有吗？没有啊，爱尿钙嘛，所以我们要祝福人家的。 这样就不会卡住啊！你看，所以为什么新冠刚出来的时候死了很多人？有没有？因为没药医嘛。那时候死人死到多严重呢？那个货柜啊都装不下，然后死的人没有家人也不敢去收尸啊，也得怕中奖啊。然后甚至大富翁他家里的人都中奖死掉了。 也没有人敢去帮他收尸啊！甚至呢，有的大功德主就算往生了，那时候我们也依国家的规定三级嘛，三级防疫，所以也不能出门啊。你看，我们第一个法师也依规定也不能去助念念了，信徒也没有人愿意去助念也没有，就算有愿意也不敢啊，因为国家规定不能去啊,啊，还了解？ 你说嘞，就算他是大功德主也没用啊，反正就是他们自己去处理啊，甚至有时候连他家人也不敢去啊，就变成全部全权交给殡仪馆的，直接处理掉了。你看那时候就就很可怜呢，有没有发觉？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要了解姻缘走到那里。 你看，差别很大哈、哦，所以各位，这个就是被那当时的因缘就卡住了啊，啊、哦，所以各位平常真的哈、哦，你自己不要被卡住啊、哦，要修哈，一定要修。那修行，也许你说啊，会想啊，是啊，他常常你们叫我们要发菩提心，可是对我来讲太遥远了，你们讲近一点的，你在讲生活运用嘛，对不对？ 哎、欸，各位，你要生活运用，你就要懂得什么？你的生活不是这个肉体呢，是你的法身跟加肉体加在一起才算数呢。听懂吗？要不要为肉体着想？也要呢。要不要为你的法身着想？要不要？啊？也要呢。你不要只顾一边是不对的呢。肉体也要照顾，法身也要照顾，这样才对呢。 所以你一方面就要发愿什么，今生更好，来生更好，甚至不堕三途八难，那、啊、了解这是第一个愿，这叫真上心愿第二个是啥？要发出离心愿，就是今生更好，来生更好，好、啊，不要堕三恶道还不够，因为你还要怎么？不要再轮回了，不要再生生世世的那个。 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没完没了的生老病死，很累呢。你若不相信，等一下下课你自己念个十遍，看你累不累。你就生老病死念十遍就好，你就超累了，对不对？你也懒得练了、啊。你念十遍都嫌累了呢，可是你知道你生老病死已经无量次了呢，你都不嫌累，很奇怪呢。 叫你念十遍都嫌累了，那你自己竟然生老病死无量无边的次数都还不嫌累，还不想要处理解脱，你就卡住了嘛？爱了解吗？所以各位一定要发愿出世解脱的啊！所以你要发出离心啊！我希望能够学到方法，让今生更好，来生更好。 啊、哦，不要堕三恶道，甚至我希望能够有一天可以处理三界的生死轮回，啊、哦，甚至还要能够什么行菩萨道成佛，帮助所有的众生都成佛，爱的对吧？哎、啊，了解这三个层次都要发，第一个叫增上心，今生更好，来生更好，啊、哦，能够不堕三恶道；第二个叫出离心。 就是能够解脱三界六道的轮回。第三个要发菩提心，希望能够帮助自己跟帮助一切众生都能够解脱成佛。很了解哈，这个三个心都要发哦，好，你而且要往这三个方向去努力哈，因为这个这三个方向是一致的嘛，是同一个方向，它不会不会干扰，它只是。 它只是远近的问题而已啊，甚至你要发成佛的愿，你才能够永永远远，甚至骗一切境界，才能够真正的得大自在哦。你只要哈不懂得发成佛的愿，你一定会卡住。所以为什么说这里哈，这个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什么就要离一切相？那为什么要离一切相？记得。 这个一切相就是一切现象，记得所有的现象，不管它好好坏,坏，也都只是你真正你的法身所展现出来的某一个现象而已。所以你就不要被这个现象卡住，不管你这个现象是好是坏，都不要被卡住，你往要超越它。听懂意思？你要超越它的、哦 那你，但你要懂懂得怎么展现，要懂得怎么不要展现，哎，就是要学什么？如果你希望他展现，你有能力让他展现；你希望他不展现，你有能力不要让他展现，那、啊、将叫做生灭自在，爱的对吧听懂吗？这个才是正确的呢。可是有的人不懂，有的执着一定要展现。 就卡住了，有的执着一定不要展现，也卡住了。就像你的手，如果永远这样打开，永远这样打开，缩不回来，这个叫什么？卡住了嘛，畸形嘛。那如果你这样握着，没办法打开，也是畸形嘛。可你能够什么？伸缩自如，对不对？应用自如，才是什么？ 一个健康的少嘛，你知道你不要以我刚乱比呢，我刚是在比什么？你们知道？我刚,刚这个比是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我刚刚是在比这个呢。 哎，欸、不是不是乱比呢，这个叫做二进位法呢，它是一种二进位法的一个一个知识。我两只手可以数到一零二四呢，我两只手都可以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四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 我两只手都可以呢，啊！你看你的手，如果没有练习过，你也不会啊。就像刚刚那个，你看我们没有卡住啊，我的手很灵活啊，可以这样子啊运用啊。所以我在念念那个佛号，我不需要拿念珠呢，我可以用手去数的。我念那个药师咒啊，一百零八遍的时候，我也不需要拿念珠啊，我就是用手来数而已啊，啊。 就可以知道了哦，练到几下了？因为我这个这个手这个哈、哦、是国中一年级学的哈、哦，是在那个好像是《幼师少年》呐，《幼师少年》里面的某一期啊，啊、哦、就教这个，然后那时候我就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运用到现在。而且这个如果会用的人，他跟算命的时候也可以啊。 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啊坤是这样哈，太可以了，当然它可以拿来算卦的呢，哎，来了解哈，所以你看它应用它是二进位法，哈零一零一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啊，它就是零一零一的概念了，所以你看呢、哦，当你慢慢的学会运用一个东西，它就慢慢可以扩大很多用法。 只让大家知道哈，就是不要卡住的概念，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你就会发觉其实好、哦、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坏，它也可以好、哦，可以往更好来发展，好也可以往坏来发展。所以你要学会了解怎么样的情况下好可以更好，怎么样的情况下好会变坏，两个都要知道呢，不要卡住呢，你自然就知道怎么让它变得更好。 可你，你如果只只以为好，就永远好，这时候你会卡住，听懂吗？啊，同样的坏也不一定是永远坏啊，你要知道这个坏要怎么情况下可以变好，坏什么情况下会更坏，要不要只知道啊？也要知道啊，那你才能够什么把坏的转成好听懂哈、哦？你才能够避免坏的变成更坏啊。 你看都要去知道的、啊，这样就不不卡住啊。那怎么样你会卡住？就也坏就永远坏，这种人就会卡住了。好、啊、以为永远好，这种人也会卡住。但你知道好坏都还可以有更再进一步的好坏可以发展啊。这时候你就不卡住了啊。所以为什么佛说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有没有？就是这个道理。你知道，原来佛陀所说的佛法。 你如果用错，它还会变成不是佛法，所以要去用对啊。这时候你才是懂的什么叫佛法。所以大师不是常常讲，是佛法的不一定是佛法，不是佛法的也不一定不是佛法，有没有？有听过吗？我们师傅上人有讲过这样的话，好、哦。所以各位很多道理要懂，你看人家师傅就不会卡住，哦、还有。 各位，当你遇到困难，你就以为啊，我有困难卡住了，啊，这时候你当然就卡住了、啊。可是如果你遇到困难，会去想办法，你就不会卡住了、啊。所以，成功者想办法，失败者找借口，有没有？如果你想要当一个成功者，你遇到什么困难，再大的困难，你都要开始想办法，就对了。 但不是乱做，想办法不是乱叫你乱乱乱用弄乱做，而是真的去想办法。该问人的要不要问人，该学习掏腰包都要去请教人家更厉害的，还要去学而不要说真的啊，我不会。突然、啊、你不会啊，可别人会啊，我们可不可以出钱请人家来教，跟人家学习、哦？我在那个南非就这样子啊，住持让我们。 把南华市的所有的电脑透过一台 server 啊，当做一个等于说安全的防护，等于网络先到 server 主机叫伺服器，这台电脑是当做一个伺服器，所有的网络都先到这里来，那这里可以啥、啊、做那个防毒软体呀、啊、保护措施都透过这个，那所有的我们办公室所有电脑才连到这台电脑。 透过这个电脑再连出去这样子，所以一定有这一台可以什么来，等于说过滤啊，说外面的，就算哪怕有那个骇客，啊，也不可能直接进到兰花市所有的电脑，他必须要经过这一台 server 才可以，他没办法直接到那个其他的电脑，这是一种保护措施。那他叫我要去架设，这个我不会啊，所以我们就是。 请当地的白人来，会的人来帮我们架设。那他一边架设，我一边等他下班，我就跟他学。第一次跟他学，学了两个小时，我就跟他讲：“哇，你教的太多了。”然后，而且跟他跟他学，每天要一百块呢，南非币呢。然后那个我那时候学了两个小时，给他两百块。那时候两百块也算不少。 因为一百块就可以买一整车的那个 c h 丝啊，饼干啊，吃的的喝的。那时候一百块很大哦。那因此呢，所以就给给他两百块。我就跟他讲，这两百，这今天教两个小时，哦，我要两个礼拜消化。所以这个两个礼拜中间我就不学了，我要把这你今天教的全部消化，再来学新的。那到时候没问题。好了。 我就这样子，经过了两个礼拜以后，刚好他又他他他是每天来的，然后他那个两个礼拜后他还没有架构好，然后他那一天就看他很忙的样子，那我就问他说：“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吗？”他说：“对呀。”然后他就讲给我听他遇到什么困难。我说：“这个很简单啊，你有教过我啊。”他说：“哦，愣住了啊，真的？那你试试看。”那我就操作给他看，就把他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好了，那一天他。 下班的时候，我我要请他花一个小时教我，然后结果教完的时候，我给他一百块，他不收了，他就用英文跟我讲：“我们是好朋友，所以他就不收我的钱。”你看教学怎么样？相长对，因为吼我他教我，我学会了还可以反过来教他，因为他已经忘记了，所以当老师也会忘记啊啊。 这是道理啊！所以你看，你要怎么帮助自己不会忘记？一个是要用，一个是要教，懂的吗？一个要运用，一个要教人。你透过运用跟教人，你不会忘记。但你呢学了以后也用不着，也不拿来教人，你会忘记。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我知道、啊，我现在学的很多法，有的已经有在用，有的是用不到的。 但是呢，因为我们在教人，哎，不会忘记，爱、啊、了解哦。等到真正需要用的时候，哎，就知道可以用，是这样。因为不是你不要以为八万四千法门每一次都要拿来用呢，但是一定要学会，知道怎么用要会，但是不一定要每次用呢，听懂吗？比如说四圣地，四圣地在什么时候用？是你有苦的时候用呢？因为四圣地是用来治疗苦的、啊。 苦集灭道啊！可是当你没有苦的时候，你不需要用四圣地呢。你们知道吗？有的人也不知道啊，人家都不知道原来每一个法门有它的使用时机啊，也也有不适用的时机啊，所以你不肯卡住呢，就用念佛就好了。念佛可以随时用吗？你认为可以吗？不可以呢？ 你如果不相信他，你在睡觉，我去跟你念佛，给你听，看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啊，你一定说不要，对不对哈？小贝，你你在睡觉，我去念佛给你听，好不好？<laughs> 不要嘛，对不对？吵人，插西郎哈，嗯，对不对？对呀、啊，谁要？我要睡觉，你干嘛念佛给我听呢？对不对？所以你看。 不要以为每一次都一样，甚至该念佛的时候不念佛，不该念佛念那么大声。我们在南非就遇过信徒，平常也没看到他念佛，结果来抢匪来抢他的时候，他念得很大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结果抢匪听不懂他在念什么，因为南非人嘛，黑人，他也不知道他在念什么，当场枪托就打过去了，就把他打晕了。 你被抢，对方又不是华人，还听不懂你还念什么？你还念那么大声，听起来就在喊救命。当然他吓到了，还了盖哦，结果把他被揍。这时候不应该念佛，这时候要默念了。这时候要不可以念出声，可以默念。还了盖哈，你看连这个有的人也不懂，所以你就知道他真的有在学念佛吗？真的没有。 他们知道念佛法门，但他們没有学念佛法，所以他就会卡住啊，效果有时候就会反效果啊。同样的，各位，你有没有发觉你在学佛法很多法门学到最后是反效果？你就知道，你一定卡住了，你某某一个观念、某一个法用法卡住了，你可能是时机不对，有时候是对象不对。 有时候地点不对，有時候是这样东西不对。哎、啊，你要盖。有时候你不是要给东西呢，不是不可以给钱呢，不可以给东西，你要给工作呢，将你的布施就成功了，听懂吗？有些人哈、喔，你一给他钱，一给他东西，他就懒惰了、啊。可是你给他工作，哎、欸，他会认真呢、啊。 听懂吗？所以你不是你不能卡住呢，这时候不被色色运卡住呢，你不要光只接想要给钱给东西，这样子不不一定是对的呢。哈、哦，同样的，有时候你要给的是方法，有时候是给技能，有时候是给他一个什么 idea 啊、哦，甚至有时候你只是想、啊、给他一个问题就好了，也不给答案的。 因为有时候你给他答案，反而他就脑筋就不动了，你知道吗？他就以为那个答案就是唯一的答案，可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有些东西叫巧妙运用，你给他答案，反而他就会卡住了。你反而不给他答案，他不会卡住，他自己去想办法。哎，反而不卡住哦。这样了解哈。所以各位，你连给人家办法都不可以卡住，但你要观察这个小朋友或是这个人。 他的特质，有的小朋友他的特质就是懒惰、动脑筋的。你如果给他问题，他就不想了。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给给他答案，让他背起来。给他会背起来，他去讲，他可以讲。就像大师有没有？以前在宜兰的时候，那个弘法布教的时候，他是要叫这些年轻人呢，啊上台宣传佛教。 他也怕他讲错啊，因为他们都没学过嘛。那既然他们都没学过，你不可能让他自己乱讲，一定要帮他啥写稿子啊。那大师家很辛苦啊，啊、哦，每一个人啊、哦，今天要讲什么，就写稿子给他们每个人自己去背，啊、哦，那就大短短的，大家可能背一个故事啊，或者讲一段道理啊，好、哦，那就这样子，他们背了以后就轮流上去讲。 这样子，那就能够把那个时间，比如说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这样子、哦、安排的很好，啊、哦，就这样子可以弘法度众。你看，他就让这些年轻人，哎、欸，透过帮被这些文稿，慢慢的种下什么法缘，啊、哦，慢慢的对佛法、欸、慢慢了解，欸、他就慢慢进来了，欸、了解吼 你如果让他自己去想了、啊，你信不信一定会理解错啊、哦？这时候就会卡住。你看，这就是方法啊、哦。我们也要了解，你要怎么帮助自己学佛，不会卡住，就是要去想啊、哦，要去想办法。所以各位，因生无所住心，就是你要做任何事情啊，去起什么心呢？哎，我不要卡住的心。 应该升起无所卡住的心，叫做因生无所住心。那你要讲哈？应该升起无所卡住的心。那不卡住的意思是可以从现在一直到成功嘛？你要求健康，也不可以卡住啊；你要求富贵，也不可以卡住啊。 你要求解脱成佛，也不可以卡住啊！爱了解哈，了解得力哈，了解道理哈。你修什么都不要卡住，哪怕你要煮一顿饭，你都要想办法不要卡住呢。巧妇怎么样？对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都没有米，你会不会卡住？会呀、啊，那没有米就是。 福报不够卡住了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是巧富，你因为米没有米卡住，那你就要想办法。你不要说，哎呦，我家没米，那没办法，这样就卡住了。如果有有办法的，就会跑去隔壁富有的太太说啊，哎，不是借，用借的要卡住了，你要还,还呢，你要跟他讲，来，我我帮你煮饭，对不对？你。 哎，帮、欸、你煮饭，然后你你可不可以给我米？这样了解吗？不要该得力吧，工作嘛，哎、欸，你就可以轻松。今天你就我帮你打扫房间，哦，帮你煮饭，那你给我什么钱或者米，对不对？谈好，对不对？谈好，那他也乐得轻松啊。钱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啊，米对他那个富有的太太不是问题啊。 他乐得轻松愉快啊！他了解嘛？有人帮他煮更好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重点，你要懂得什么？找需要的人合作嘛，听懂意思啊、哦？他出钱，你出力嘛，这样就解决了。反过来说就、啊、这是别人出出力，你出钱。你有钱他，他他有技术，也可以啊。他了解哈？所以要善用嘛。 就不卡住了。这在中，我们的、啊、华人的智慧里面，老祖宗的智慧是什么？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嘛。你你当你穷就是没办法卡住的时候，就要懂得变通嘛。变的意思是变通啊，不是变化啊、哦。差一个字差很远。既然你要变，是往可以通的来变嘛。 往可以通畅的来变，而不是乱变哦。记得、哦、乱变没什么用的。你要能够往通畅的来变化就对了，这就是没有卡住的概念。而且你要想，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如果你的心卡住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安住。你想要成佛。 你的心如果会卡住，你就没办法安住在成佛这条路，对不对？你要赚钱，你会卡住，造成赚不到钱，那这时候也就卡住了。同样的，你看你要煮顿饭，会有因缘卡住你么没米啊，有米了没水啊，有米有水了没电，有水有米有电没瓦斯，你看都是要卡住嘛。 后呢，开个车要到一个地方，连地方在哪里不认路迷路就卡住了嘛。好、啊，了不认路了，可是你没车、没钱，坐公车、高铁啊，也卡住了、啊。好、啊，那你有车有钱了啊？有车可是也认路了，可是呢不会开车也卡住了、啊。你、啊、了解哦。那你有钱有钱有？ 有车可是去加油站加油，站没汽油，买不到汽油，卡住了、啊。所以你看咯、哦、你要把这些。你看平常你这样常常想这个，你就知道，平常就要修福报，要修技巧、技能，啊、哦，又要修智慧，又要修福报，这太多东西需要修的了。所以你要祝福大家都能够顺利，各行各业都要顺利，因为这。 你只要哪一个行业不顺利，你得不到的，相关的东西你又得不到。你看，疫情附近，哎，疫情前还是疫情后我忘记了。加拿大马铃薯生产遇到困难，你在台湾的麦当劳买不到薯饼了，为什么？原来他们是进口的，那些马铃薯可以拿进口到台湾来。 薯饼原来那个那些马铃薯是什么？都从国外进口的，只要他们是生产出问题的，你看配配给不到，就会卡住了。同样的，你看不是有一阵子鸡蛋也是不够，有没有？你就卡住了。那些喜欢吃鸡蛋的就没没得吃了。你看一个行业卡住，你跟着你想的需要。 相关需要的人就卡住了呢。所以你要不要祝福各行各业都顺利啊？要不要？要啊。那你如果医生研究这些药，你要不要祝福他也顺利研发出有用的药，而且是上没有副作用的药？要不要？也要啊。所以他希望祝福他不要卡住啊。他研究出来药又要能够有效，又能够没副作用。 你要这样发愿的、啊，同样的、啊、政府在运作，你要祝福政府顺利呢，你不要诅咒呢。很多人都笨笨的，来诅咒政府。你诅咒政府倒霉，的是我们老百姓呢？到时候如果出状况，到时候不管是增加税、增加赋税，累的是谁？老百姓。那如果发动战争，倒霉又是谁？还是老百姓呢？ 哪怕也没有战争，也没有增加赋税，哪怕你遇到一个不照顾老百姓的政府官员、公务人员，累的是谁？也是老百姓呢、啊。所以你可能要祝福他们都能够什么？能够为老百姓造福，没机会贪污，他反正拿到税收都能够什么？ 利益国家、社会，造福老百姓，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啊，促进世界大同，要这样祝福才对。你千万不要诅咒哦，啊，你千万不要看到人家战争那边拍手叫好，好戏，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哦。你也不要，你看到两国战争，你不要偏任何一边呢，你要祝福他们赶快和好呢，不要再战争了，希望他们赶快和好。 这样就丢啊！你千万不要为了谁打谁啊，去支持其中一任何一边呢？听懂吗？哦，有就以为哪一个国家比较可怜呢、啊？就希望另外一个国家被打，都是错的。来、啊、了解哈、啊？记得希望不要有战争，因为记得战争哈、啊，打赢打输都是输，一个输的多一点，一个输的少一点，就这样子而已哦、啊。 所以记得，战争全部都是输家，没有真正的赢家啦。就跟那个木 g 打拳，打赢打输都马受伤啊，不是吗？还、啊、了解哦。你说呢？有什么意义？所以各位要会关照呢。有的你以为我打赢了，可是你看有时候牙齿被打掉了、啊，对不对？哪里又？ 可能打断了啊，流血啦、啊，骨折啦、啊，脱臼了、啊。你看，虽然只是他也严没有对方严重，但是赢了又如何？甚至有的赢了又要内伤一大堆，有没有？又如何？表面上打赢了得到钱，可是那些钱真的足以来买医药费吗？有时候不够、哦，因为那个伤有时候内伤哈，医了十十几年还没医好。 他这十几年花出去的医药费已经大过什么当初发下来的奖金了、啊，所以有意义吗？没意义哦，所以这都是要卡住了，所以记得不要有卡住的现象，因为他们不懂就会卡住啊，就被他的哇输赢卡住，这个都不好啊！所以记得不要以为说哦，人家骂你一句，你就要骂回去。 也不要这个叫卡住，真正厉害的是不卡住。人家佛陀，人家骂佛陀，佛陀怎么处理？你要学，你要去观察。哎、欸，都有佛陀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菩萨问遇到这样的这问题怎么处理？你要常常去想这个问题，然后去找资料来看，你就會知道人家都不卡住的。有一次佛陀去托钵，那前面有一群外道，而且那些是属于排斥。 佛教的外道，那他远远看到佛陀走过来，就跟跟他们就商量：哎、欸，你看，你看那个曲檀过来，曲檀就是佛陀的信哈。那那个为什么他们叫他曲檀？等那每时单我们这边这样，哎、欸，单哎，里面收诶，有没有？就类似这样，那曲檀就是这个意思，叫他信哈。那里面来，哎、欸，你看，你看里面来。 的类似这样子，很不礼貌的嘛，哦，还、啊、了盖哈，可是他们也不管，因为他们毕竟没学佛嘛，也没信佛哈。那因此他就这样讲，我们故意给他麻烦。那怎么故意给他麻烦？我们就骂他，用很难听的话骂他。于是呢，当佛陀走过来，他们就围着佛陀开始讲很难听的话。然后佛陀就静静的听。然后等到他们讲到累了，那在他们在念佛陀的，的佛陀都没有一句话。 只是静静的听，然后等他们讲累了，停下来了，佛陀才开始讲话，说：“啊，非常感谢你们跟我讲这么多话，啊，哎，如果你们还有话要说，我愿意继续听。那如果你已经没有要讲的话，我现在要去脱播了。然后等我脱播回来，如果你们还有话想要跟我讲，我也愿意花时间继续听你们讲。” 这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我刚刚在骂你呢，你都不知道吗？你都不生气吗？那佛祖是跟他讲说啊，我不，我不会认为你们刚刚在骂我。那如果你刚刚讲话是为了让我生气，真的很对不起。十年前我还会生气，但是十年前我已经成佛了，所以已经不再生气，对这种事情都不会再生气了。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你这样讲话，你们醉得很高兴，哎、欸，我愿意布施时间听你们讲，让你们高兴，来、欸、了解啊、喔。你看佛陀又有智慧又慈悲啊、喔，不卡住的。你要讲我就听你讲啊，你看他也不排斥他讲。可是你看我们有没有愿意布施时间听人家那边啰嗦的，好像连这个耐心都没有，那我们就卡住了哈、喔。 所以各位要记得这个道理啊，要看看佛陀怎么处理，你看他就不卡住了，很重要啊。所以各位要学的东西很多，我们不要卡住。好，再过来看下一个，大家念一下啊，摩诃波罗波罗蜜经载，尔时舍利弗心念。” 菩萨今云何因住波罗波罗蜜中？须菩提之菩舍利弗心所念，欲舍利弗言：于汝意云何？诸佛何所住？舍利弗欲须菩提：诸佛法无有住处，诸佛不设中住。 不受想行事中住，不有为信中住，不无为信中住，不思念处中住，乃至不十八不共法中住，不一切种子中住。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波罗波罗蜜中应如是住。 如诸佛住于诸法中，非住非不住，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波,波罗波罗蜜中，应如是学。我当住不住法故，这个什么叫做我当住不住法故？你们要慢慢懂的，就是卡住跟没卡住都不要卡住，听懂意思没有？ 卡、啊、住跟没卡住，你都不要卡住。什么叫自在？就是当你遇到自在跟不自在都自在，这个叫什么？真正的自在。如果你以为只有自在才是自在，那你就会不自在，因为你一遇到不自在的境界，你就开始不自在。这个道理哈、啊，在生活中怎么用？ 讲一个案例你就懂了。那一天我开车，啊接驳车嘛，啊就碰到那个法宝堂的一个年轻人，年轻的居士哈。然后我就问他，哎要不要？因为我刚好要去佛馆嘛，我就问他要不要搭车啊？啊他看到我的车就很高兴，哎呀师傅啊，很我最高兴看到你了。我说很好啊很好啊，因为他。 他最主要是讲说，哎、欸，看到我就有车子坐了嘛，啊、哦，当然很高兴哈、哦。我说，嗯，很好，你看到我很高兴，很好。但是呢，这样还不够，你要能够走路也高兴，啊、哦，坐车也高兴，这样才是解脱。哎、欸，我看他似有所悟哈、哦。你们有吗？当走路的时候也高兴，当坐车的时候也高兴，这样就对了。 但如果你认为走路就很辛苦，坐车就很高兴，那还不是真正的什么高兴，也不是真正的自在，你就会卡住。你被什么卡住？被坐车跟不坐车卡住了，听懂吗？有车坐没车坐就卡住了，啊，这个就就不是真正的什么佛陀的安住嘛？人家佛陀不管。 真正的佛法，你看诸佛法无有住处哦，它不会卡住的，啊、哦，它不会被任何东西卡住，它也不会被色卡住，它也不会被受想行识卡住，也不会被有为性卡住，也不会被无为。什么叫有为？就是有生住意灭的现象卡住，无为就是没有生住意灭的哈、哦，也不会被卡住。 这个思念处就是身受心法，也不会被身受心法卡住。什么叫不被身受心法卡住？讲一个案例给你听哈。记得只要不会去想办法，就不会被卡住。像那一次，我这一九九六年刚去南非，去了半年，那牙齿 因为已经半年没有洗牙了，因为要去南非以前，我们在台湾有去给人家保养，然后因为到了南非都半年了，所以还是要去保养一下，然后就探听，那就有一个台湾籍的，牙医师在那边有开业，那我们就去给他看，那因为我知道嘛，因为我我那时候还有很严重的牙周病所以这个那时候的刷牙习惯。 还不够完整，因为没学到更认真的、更仔细的刷牙，只是一般的刷一刷而已。所以那时候还会有很严重的牙周病。那後,后来当然那个医生要教我们要有牙尖刷，有没有？那这问题就解决。可是那时候第一次去嘛，所以我一下车，为了不卡住，因为我知道会洗很深就会很痛。 啊、哦，然后因为在台湾洗过，就知道那个会很痛，所以我一开始就把自己调在观想境界，所以躺在那边的时候是没感觉的，因为我的心是在观想境界，身体哈、哦、在那边牙齿被洗，嗯的都不会痛。那医生看我的眼神不太对，就问了一句：“疏忽啊，一天不哇，这下这下麻麻烦了。” 他我们的注意力被他拉回来了，你知道吗？当然就开始痛了、啊。那他嘴巴又张得大大，又不能回答，我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哦，我本来没事的，被你拉回来以后，那、啊、现在回不去了，你知道吗？回不到那个观想，今天太痛了，就回不到，因为我们的修行还不够嘛。事先进去可以，可是现在。 我被拉出来就进不去了，因为太痛了就进不去了。那个观想进去进不去，因为真的感觉太痛了。那这时候呢，就想不行不行，我不我要想办法啊、哦。那就开始想办法，就开始观察自己到底现在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啊，这、哦就是四念住的。接着观察你的受，啊、哦，身受心法嘛，就开始观察。我现在的身体躺在这边，也不能动啊。 洗牙嘛，那就把自己当死人了，任你宰割了啦。哎，你不要小看哦，我起这个念呢有帮助，因为我接受那个什么医生洗牙的痛，任你宰割了，我把自己当死人这样子。哎，我本来心里的排斥心理就拿掉了，虽然身体还是痛，可是已经去掉心里的痛了、哦，去掉心里的排斥的心理你要讲。 你看到、哦、你那个排斥心拿掉以后，就比较不痛了哦。烦躁的心就没有了，哎，就看着只有肉体的痛，心里的烦躁就没有了。我再继续观察，哎，我这个肉体痛到底哪里痛，哪里没痛？就观察，哎，发觉全身都没在痛了只有哪里痛？医生洗的那个点在痛而已啊，他没有碰到的地方也不会痛啊。 很了解了哈，因此我会发觉全身我都有感觉啊，是为什么我我会被觉得很痛呢？哦，原来我们的大脑是有一种文字锁定的功能。各位，文字会锁定你的专注力的。当你的心一直在很痛痛痛，那你的心的锁定会锁定在哪里啊？就锁定在痛觉上啊。 那、啊、这时候当然你会觉得很痛啊，你就不会去注意其他的感觉啊。哎，于是我在想，哎，我要换个词，感觉，不要形容它痛。哎，很奇妙，啊，当我把那个痛的字换成感觉，哎，注意力就自然打开了，注意力就只注意感觉，而不是注意痛。那感觉全身都有感觉啊。哎，这时候那个痛觉就减少了。 很妙啊！我就继续观察，诶，我把它讲成感觉，那就会去注意全身，那个痛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注意力就会就就散开了，不会只专注在牙齿被洗的那一个点。好了，接着呢，再继续观察，那就发觉，当你的心注意的全身，当你的注意力没有移动，比较痛。 如果你注注意力在身体里面游动的时候，哎，比较不痛。于是我又开始把注意力什么放在身体的头啊、手啊、脚啊、肚子啊这样子啊，就在那边动，上上下下这样子在动。那又开始观察，当你哈移到嘴巴的时候最痛，移到脚趾头的时候最不痛。于是呢，我就开始在十个脚趾头移动就好了。 当我在十个脚趾头，注意力在十个脚趾头移动的时候，又观察到，哎，那个洗牙，你说它痛嘛？又不像痛，说它不痛嘛？又有,有感觉，但是那种感觉不是像痛。那我很想似有若无，那个痛觉似有若无。那我就在注意力还在十个脚趾头移动啊，这时候我就问自己，那我可以进到那个观想境界没有？ 哎，进得去了，于是我又进入观想境界。一进入观想境界都不痛了，为啥？注意力不在身体上了、啊，还、啊、了解不？啊？心不在焉，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同样的，身而不觉其痛痒，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了、哦，你注意力不放在身体上，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举个例子，你现在坐在椅子上，我不提醒你，你有感觉吗？你的注意力不放在椅子上，你有感觉吗？没感觉啊，听懂吗？所以你看了、哦，也不是有的人在工作受伤流血了，他也没感觉啊，因为他注意力认真工作，他也没在注意受伤的地方。 可等到他工作结束去洗手，才开始觉得痛，有没有？为什么？你那时候开始注意了。哎，了解哈，连前面都没在注意，注意力不放在身体上啊，放在工作上啊，所以他叫做心不在焉呢、啊，所以就不会觉得痛了、啊。哎、欸，你看这个是啊，住跟不住的现象，你就出来了。你的注意力放哪里，就叫住在那里，就叫住，你如果能够注意，力。 转来转去就是不住，哎，了解哈、喔。你切换自在，你能够让你的心切换自在，你要切到观想境界，切到观察你的肉体，能够切换自在，你就可以超越这个感觉、喔、很很妙的。所以不要卡住、喔，这个道理要懂。好像这个是用训练的，像有的人哈、喔，有一次。 我就遇到一个法师，然后中午休息时间他都会回去休息，可是那一天他就没有回去休息。那我就是问他：“哎、欸，你不是中午都有回去休息，怎么今天没有回去休息？”他说：“不行，太吵了，因为疗区哈，他们那个有工程，那声音那个马达的声音好大声，他睡不着。”我就说：“哦，那我知道了，你小时候。” 你妈妈照顾的太好，都让你在一个安静、不吵、不没有吵闹的声音，让你休息睡觉长大你才会这样子怕吵。他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说我妈妈小时候不是这样训练我们的。我妈妈哈，为了训练我们不怕吵，所以他哈，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会把莱利奥啊，莱利奥是什么？收音机对打开。 打开那个美关啊、那个，有没有？聊天听公告的那种的哈，五六天公告那种的哈，就打打开声音，然后让我们在一边听一边睡着这样子。然后我妈妈有讲过，这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就是万一外面有人熊熊啊，这个叫卖啊，或者是喇叭声啊，或、哦、者是这种太大声了可以搞的声音，或者有人讲话很大声。 这小朋友就算被吵醒，他会转个身就睡着了，他不会吓到。哎了得因为他习惯什么？有声音下睡觉，所以他就不怕吵。没声音也好，有声音也好，他都可以睡得很安稳。可是你如果一个人习惯没声音下睡觉，就会怎么样？就会很害怕声音，就这么简单。哎，那个法师一听。 哎，确实有道理，所以我说哈，你以后啊，你要自我训练，你睡觉要故意开个声音，讲经说法的，你就故意开个那个某某法师讲经说，你要把它当催眠曲这样子，让他去讲。哎，你习惯有声音，那你就不怕吵了。那因为我们小时候就被妈妈训练不怕吵，所以很奇怪哦，外面声音再大。 我们真的不怕吵，真的被吵醒了，转个身又睡着了。我们已经曾经厉害到什么程度？我讲给你听。那时候哈，我第一次去去电脑公司上班，我们是上夜班的。那隔天早上当然就睡着，呃呃，一大早就睡着，呃，下班就在公司的那个客房睡觉，因为算宿舍了睡觉。然后呢，结果呢，就有人在盯那个什么。 嗯、欸，要把月历啊挂上去啊！那在敲敲在，刚好就在我们的我们的隔一道墙的对面这样子敲。第一声我有听到，第二声我有听到，第三声我就没听到了。欸、然后等我中午醒来的时候，我们的同事一样是夜班的同事说：“你有个女孩呢？”然后呢，那你要差你要困了去，老公。 有啊，我一样有被吵醒啊，只是我有听到第一声，有听到第二声，但我现在回忆起来没不记得有第三声啊。三明波第三声，他在那边敲了十五分钟，他睡不着。你看哦，人家在那边敲十五分钟，我只听到两声，连第三声都没听到。你代表什么？我们怕不怕吵啊？完全不怕。 可以说不怕吵，因为被那个吵杂声音叫醒，那是因为真的是忽然间从没声音变有声音会被叫醒。但是我们不在乎嘛，你敲你的，我睡我的嘛，了解我不去管他，所以就继续睡啊。你看我呢，只听到第二声，还有听到第三声就没听到了，就已经睡着了。真正的我们在扎针有没有？针灸啊，我们吃。 我们睡得早，那个会木法师啊，就跟我讲：会想法师，你真厉害，这样扎针还电疗。那扎针，你后他还夹了那个电疗，有没有？你这样睡得早哦，而且我有读秒，你是几秒内你就睡着了，呼声就出来了，超厉害的。我说是哦，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很舒服，就睡着了。 你看他没办法睡觉，人家扎针他没办法睡觉，因为他还加电疗嘛，怎么睡？他就当丢丢丢，啊、哦，他就觉得这样是睡不着。可是我们已经睡着了，所以各位要跟你们讲的是，你不要卡住。为什么？因为执着就叫卡住，因为在乎就会卡住。你就要，你你就是知道这个本来这个过程要不要，一定要嘛，哎，跑不掉嘛。那你为什么要卡住呢？ 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就接受，他就是因为其他人就是起不接受的心才会卡住。我们是接受而已，反正就是要经过这个疗程呢。接受就没事，这个接受就是生人啊、哦，就可以卡住。好，各位，同样你看到事情，先学会像虚空一样先接受，接着该处理的才来学处理，不需要处理的也就。 看着它怎么流转，因为有的东西不处理就会消失了呢。你要知道，所有的问题只有两大类，一类是外来的问题，跟你无关，你只要不跟它相应，他就自己慢慢停下来了。啊，这叫外来的业力是这样，是外来的，跟不是你启动的。如果是你启动的业力呢，你要去停下来才可以。你不停下来，它会一直一直扩大的，很危险的。 啊，所以记得外来的业力叫做水波的业力，就像一他一一你那个、啊、水大的脸盆，你是不是拿来的时候把它放下来，是不是它会有水波荡漾？可是那个水波荡漾，你把它抚平的话，越抚平是不是波浪越多？你白了？要怎么让它波浪停下来？不理它嘛，就不要动它，不要理它，它就自己停下来了。 同样的，各位外来的力量就是这样子，属于外来的力量，你就要自己不要去跟他相应。就像人家来骂我们，你看像佛陀刚刚讲的例子，人家来骂他，他就不不去动吗？让他讲累了，他就停下来了。定、哎、了盖我。你也不要把他骂回去啊，我来谢谢他啊，很高兴你们愿意跟我讲话。如果你想。 欸、你你若愿意继续讲，我愿意不失时间继续听吗？来、啊、了解我，就让他继续讲。你认为他，你都愿意听了。你说他骂你没没感觉，那他还讲得下去吗？就讲不下去了，他也会累呢。这是外来的力量来、啊、了解我，好、哦，不要害怕哈。很多东西你慢慢去体会哈。 那如果是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带动的力量，就不是哦，那是火苗，欸、很麻烦，你要把它洗掉的。要不然会你的贪一直在的话，比如说贪钱、贪吃，会不会有问题啊？一定有问题的嘛，爱要盖好，所以这个贪很麻烦，嗔生气也是一样。 抱怨呢？有的你看，有的人那种、個、喜欢抱怨的习惯，有的喜欢骂人的习惯，这个都是坏习惯。这个叫火。你那个骂人的习惯不停下来，你说你在骂人的时候骂得很爽啊，可人家反过来告你的时候就不爽了、啊，是不是？而且是你骂人家为开乞讨的、啊，所以业力在你呢。如果是他骂你为乞讨，业力不在你呢，在对方呢。 你只要不跟他相应，你没有过失呢，听懂吗？就算要相告，你也会赢了、啊，因为你又没有骂他，你没有打他，你有没有给他麻烦都没有啊。最后法官怎么判也判你赢了、啊，因为你没事啊。可是呢？因为是他骂你打你的话，有事的是他、啊，听懂道理吗？可是很多人就不懂，人家骂你，你就打他，结果人家骂你，可能只是发个 几百块、几千块，你打他叫做伤害罪，还要赔医疗。第一个伤害，对不对？医第二个还要赔医疗费，你的罪比人家多，在法律上判罪你比较重呢。听懂意思吗？所以这就是问题，所以你可以要了解。所以各位，啊，人家骂你，哪怕打你，只要你不去反应，当然。 能跑则跑不能跑，当然就看要当场最最佳处理。但你不要什么故意去做什么刺激他，哎，刺激他也是你自己骑在燃烧呢，像有一对夫妻在吵架那个新闻，结果那个太太呢有种，那那那个先生就生气说：“你再讲你再讲”，他就把他他的小儿子啊就要把他丢到那个水。 滚烫的水里面去，那太太就故意你有种你丢有种你说结果那个先生就真的把他丢下去。那被判刑的时候，先生当然被判，因为他是丢的丢的。可是网络上有的说，那太太难道就没罪过吗？有没有罪过、啊？因为他刺激他嘛。所以其实哈、哦，你看这个就是法令法律有不足之处，但是呢，因果业报还是要有的。 到时候两个都倒霉了，丢了丢小孩的也不对，那个刺激人家丢的也不对，各有果报到时候你就知道，反正这种东西都不对。到时候投胎下辈子，如果又遇到姻缘成熟了，也不知道谁怎么样怎么样，那个都很复杂。如果他家的小孩你有修行原谅他，记得他的果报就会转成自然界的什么，自然界的果报。 而不是让小孩子的报复，哎，家了解吗？各位要、啊、记得哦，当你遇到好人，原谅你，不给你麻烦，也不会报复你，算你 Q 掉。记得那业力会转成什么？转成大自然的果报啊！这个我们要从那个在经典里面就有故故事哈、啊，有一个婆罗门啊，然后他有一天想要祭天神。 所以叫他的徒弟说：“哎，徒弟啊，你去抓一只羊来宰杀，啊、哦，我们要祭天神，这样子祭拜天神。”当这个徒弟啊，就去抓了一只羊，然后拿着刀子准备割他的喉咙的时候，那只羊就在笑，而且那个笑声像人的声音呢、啊。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那这只羊怎么会笑啊？而且笑得像人的声音这样笑啊？然后这时候那只羊就讲人话，说。 因为我已经是最后一辈子啊，所以可以投胎当人，所以我很高兴呢、啊，才会笑啊！哇，这时候呢，婆罗门的徒弟更更害怕了啊！这是羊还会讲话、哦？你你你到底是人是鬼？他说我我我不是人也不是鬼啊，这是一只羊啊。那你怎么会讲话呢？他说我以前也不会讲话，是刚好现在。 连早上我都不会讲话，现在才会讲话啊？嗯，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我现在才回忆起来啊，在五百世以前，我会跟你一样啊，是个婆罗门啊。那时候我就是宰杀了一宰杀了羊啊，啊、哦，也跟你们一样要祭拜天神，所以投胎当羊。然后我五百世来还完了，所以才现在才回忆起来。” 之前都蛮不记得，所以才会讲话。那他就想要问更多，他说：“你不要问，如果你要问，请你把你们的老师师师兄弟全部叫过来。我要讲这一次就讲完，我不想要讲好几遍。”于是他那个做婆罗门的徒弟就赶快去叫老师，然后那老师就把所有的学生都带过来，就问他：“你你为什么会讲话？”然后他就讲。 他过去是也是一个婆罗门，也为了祭拜天神，也有杀羊祭拜。结果他投胎当羊，然后那个婆罗门老师就问他：“那你过去杀了几头羊？”他那杀了一头，啊，才杀一头就当羊还当了五百次哦、喔。他说：“对啊，因为你杀了一头，要五百次还人家的。那这一这一世刚好第五百次，所以才会记得起来。” 那这个婆罗门啊、哦，就讲说糟糕，我杀了好多诶、欸、那怎么办？当然现在不敢杀了。于是他就那个之养就说啊，你赶快赶快把赶快把我杀了，我好去投胎当人，继续修行。那他说不敢不敢，我你杀一头，上解都要五百次了，我杀那么多了，绝对不敢再杀了。我今天哈、哦、一定把你保护起来，绝对不会杀你。然后不行。 就算你不杀我，我今天必死，因为业力的关系。就算你不杀我也没用，我今天一定会死。哦，那个婆罗门心里想，因为他对佛法也不了解啊、哦，他就心里想：真的吗？干我一样。于是呢，他就想说：我要试试看。他说：哈、哦，如果我不杀他，他业力也会让他死，就会转成大自然的果报哈，天灾人祸来报。天灾了，人祸没有的时候记得。 你的业力如果还在，人祸没有，之后就转天灾，因此他就不相信，他就叫人把那个羊啊，故意把它放到一个草很多的地方，然后派他的徒弟围了半圈，那因为他为了要围围半圈比较好照顾嘛，就是背靠着那个墙啊，就是那悬崖的墙，应该那那个算什么？悬崖的峭壁的哈，嘿。 你为这样保好保护，然后想说不会有让野狼啊、什么狮子、老虎啊来吃它这样子，然后就围起来，每个人都拿着武器，然后面对着外面，然后保护起来，让它安心在那边吃草。然后想要看看到底怎么受报，是老虎吃掉了，还是野狼吃掉，还是什么人来小偷人来抓它什么样的？就总要看原因嘛。结果呢，很奇妙。 那一天，那个羊在那边吃的时候，忽然间开始乌云密布，打了一声雷，雷刚好劈在山顶的那个石头上，结果把石头给劈到了，碎掉了。刚好一个很立的那个石头碎片呐，刚好砸下来，就把那个羊的羊头啊，当场就好像那个那么斩首示众这样子，直接嚓嚓。 就把那里砍断了。那个那个婆罗门老师跟那他们那些徒弟一看，真的业力来的时候跑不掉、哦。于是呢，他们就知道了啊，真的当业力来，就算没有人要报复你，他会转成什么？那个叫做天灾来报哈、哦。所以各位，你们也不要害怕，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懂得忏悔。 所以重新发愿，所以他们那业力还比较重了、啊。各位，你们有学法，还要接学会哈、啊，惭愧、感恩、大愿心，就要懂得惭愧忏悔，我、哦、要懂得修复，重新发愿哈、啊，那你就可以转，可以把重罪转轻，轻罪转无。我、哦、要学会这个忏悔法门，记得有忏悔就可以得清净哈。 这要学的哈，不要卡住。像有的人就不懂忏悔他，他就会卡住啊；有的不懂的持戒也会卡住啊；有的不懂修复也会卡住啊。好、哦，所以记得，真的有的不懂得原谅别人，你也会卡住呢。听懂吗？那有的不懂得原谅自己也会卡住呢。所以要学的法门很多，不卡住的法门要学的很多呢。那你们要去观察，你到底哪里卡住了、啊，就不要卡住就对了。 将這,这今天在讲的这场，它很重要哦。这个要生无所住心啊哈。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哈。因生无所住心，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不卡住都能够随处自在哈。好，我们来回向，请合掌。我愿慈悲，以舍骗法界。 更要惜福结缘利人天，勤修禅净戒恨平等忍，常怀惭愧感恩大愿心。谢谢大家。